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Follow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大家好，我今天想和大家来谈一谈，就中国的现在的这些老百姓，也就是民众，14亿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生活的这种体制所存在的一些看法。我长久以来就是说，我把中国的老百姓分为两种人，第一种是奴才，第二种就是奴隶。所谓的奴才的话，就是说已经是，比如说已经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共党员，然后还就是身居于一些公务员、政法系统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官员和那种警察呀，然后是一些专政机关的这样一些既得利益者。那奴隶就很好理解，奴隶的话就是说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划为奴隶的这种范畴。很多人都说其实中国现在这么好，然后说在海外的话为什么来到自由的世界啊，接收到这些资讯的话，为什么还是很多中国人都是说心向祖国啊，念念不忘说共产党的好。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些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他们之所以能够留学，都是家里有一定的背景或是有一定的经济关系。他们这些人我通通都把他们划为这种奴才的这种等级，就是说他们是中共这种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而奴隶，真正奴隶的老百姓的子弟或者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这种家庭的话，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移民到海外，除非通过这种所谓的假的政治庇护，然后在国海外申请这种政治庇护啊，然后通过这种很快的途径的话才能够那移民海外吧。奴才和奴隶就是构成了中国14亿老百姓的绝大多数的存。然后奴隶的话其实也要分，现在很多奴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还是有一种这种很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说皇帝还是好的，就是说不好的都是一些贪官，所以说还是像《水浒传》里面说的，我们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但是他们就没有看清楚，其实中国造成中国现在这种贫富不均、环境破坏这种种种的一切的根源，都其实都在于中共的这种政治的制度的这种不平等。打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中国的奴隶，他们可能在一定的生活方面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是说他们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遇到了什么事情的话，比如说打个官司吧，就是说打个官司的话，他们第一个的想法就是说不是去相信这个司法有绝对的公正，不，他们不会去相信什么检察院、法院这些法官他会给予公正的判决，而第一个下意识的念头就是会说，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这种熟人的关系，有没有这种送礼的文化可以去打通这一层关系啊，就是他们下意识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说他们根本也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的法治，而相信还是这种熟人的社会，这种官商的勾结。但是他们如果说他们的生活里面如果说得到了一点点的改善，比如说在中国的话，现在绝大多数的人民还是都可以吃得饱，也可以穿得暖，也不是像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啊、毛泽东时代那样的话人民饿着肚子啊，穿着那种灰蓝色的那种统一的那种破破烂烂的衣服。所以他们就把这一切的发展他们都归功于说是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好，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服务于人民的，所有的政策他们做的不好的话，应该是就要让他们下台，他们做的好的话，他们才有可能执政。
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执政者恩赐于人民，而是他们必须要服务于人民。所以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确实是把这一点就是弄反了，就是说皇恩浩荡、独裁就感谢皇天。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